真玩刀的。二爷在天津卫就是玩刀成的名，是专吃刀尖舔血饭的。那打起架来，那可是不要命了。孙二爷算是让众人见识了天津混混的手段。按照混混的文打的规矩，他只对自己身上下刀子，还很客气地邀请李二虎参与。李二虎自然不肯示弱，于是两人用文打方式叫起板来。令李二虎没想到的是，孙二爷一招比一招狠。您还别说，这种自残招数还真吓住了李二虎。以往竟是他对别人下黑手了，如今轮到对自己下手，李二虎终于扛不住了。我李二虎今儿个认栽了。别介呀，咱哥俩正玩在兴头上，怎么就撤火呀？啊！二爷，您就别再挤兑我了。您是爷，我是孙子，成不成？二爷，今儿个一切花费算在我身上，改日再来给二爷请安。我告辞了。啊！别走，慢走。不送。哎呦！陆爷，陆爷，陆爷，您这篇稿子值多少钱？请开价。我李二虎全买了。陆爷，这价钱问题咱得好好的商量商量啊。成，回见了您嘞。徐二爷在内斗的时候并不缺乏血性，可为什么总是打败仗？先生，这里是手术室，请你们到外面等候，不要影响我们工作。走开。非常严重，失血过多，我看恐怕是无力回天了。你现在唯一可以做的就是马上回到手术室，把这个女人抢救回来。对不起先生，我可能做不到，她能活下来的希望很小。记住，如果这个女人死了，你也活不成，这是我最后的态度。那我就试试。不是试试，是一定要把他救活，否则你会被枪毙，你得明白。明白。要死。王康敏就没有死，被打死的是日本顾问山本荣治，是他替王康敏挡住了子弹，做了替死鬼。行动又失败了。哎呀，我们的运气实在是不好啊！这回戴老板的没法交代，老头子又该发怒了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什么都别说了，好吧？赶紧去查一下杨秋平到底死了没有。如果没死，那麻烦就大了，得赶紧通知几个联络站撤离。杨秋平没死，这个我已经知道了。没死？你是怎么搞的？难道你这第一杀手是徒有虚名吗？那天的射杀距离实在太远，我没办法判断是否射中要害。那我们赶紧分头行动，采取补救措施啊！我已经火速通知了黑马，让黑马通知徐金哥、曾彻他们立即撤离了。我们也别回天津了啊！
到大觉寺去躲躲风头了。现在看来也只能这样了。让徐金哥一块去避避，我担心这位仁兄会失去理智。我们得看住他，防止他干出什么节外生枝的事儿。你觉得杨秋平能禁得住审讯吗？ 我从来不相信人的意志可以扛得住酷刑，特别是日本宪兵队的刑讯室。到那儿的人只有一个想法：速死。我们这次行动干得并不漂亮，只打死了王克敏的日本顾问山本荣治和几个卫士。王克敏倒是死里逃生，躲过了袭击。听说。 这个山本荣治一开始就成了你们的枪下队，他倒下去的时候，刚好压在这王克敏的身上，替他挡了子弹，所以王克敏才侥幸保住了性命。虽说这次行动不太成功，可是王克敏毕竟下不了台，他现在身居简出，连伪政府的公务都不过问了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这个人虽然还活着。 和死了没什么区别，对日本人的利用价值不大，所以我们在短期内不会再有什么行动。金阁兄，你找我来，不光是为了问这事儿吧？我听说那个杨秋平可被日本宪兵队抓去了，你是不是想打听一下他的消息？怎么你也知道？那你告诉我，杨秋平关在何处？ 听说是在协和医院。谢谢方兄，我告辞了。哎，金阁兄，千万不要去冒险，这日本人正张着口袋等着你呢。我听说他们在协和医院布了严密的监控，你要去救人，正好中了他们的圈套。这非但救不出杨秋平，连你自己的命也给搭进去了。我现在只想知道杨秋平到底怎么样了。你还知道多少？请你一定全盘告诉我。这杨秋平。 被俘以后，由于失血过多，快不行了。这日本人为了得到口供，才把他送到了协和医院。经过了大量的输血以后，人总算是被抢救过来了。但是日本人在医院周围布置了大量的监控，任何人不得入内，要想把他救出来，根本不可能。另外，我听日本宪兵队的周翻译讲。 等这个杨秋平的伤势稍有好转，就把他送到审讯室。这日本宪兵队的刑讯手段，你应该非常清楚，令人发指啊！喂。 这就是大觉寺，我们这个寺自古一直是文人墨客游览阴影的圣地，也是北平上层人修心养性的好去处。这里的春夏秋冬，景色各异，早中晚夜各有不同。石井为碧韵清池，古寺玉兰。 银杏秋色，老藤祭柏，分别为各世界的绝景。唉，可惜啊，世俗不太平，今年的香客比往年少多喽。徐金哥心里很乱，这一路上。
杨秋萍这一颦一笑总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，他忘不了杨秋萍带给他的一切。抱紧我，我要你，我要你，请再爱我一次，我把一切都给你，你来啊。什么话要说吗？请说心里话。你想死吗？既然落在你们的手里，就没有打算活。可我怎么舍得让你死呢？战争期间的女人可是稀罕物品，更何况还是个美人。是王树，相传清代每一个皇帝继位，此树都要长一棵新枝。这边是配王树，这两棵银杏，少说得有千年以上了。好树啊，伟岸挺拔，遒劲有力啊。请施主稍后片刻，老衲先行告退。师父请便。徐金哥懊丧地发现自己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变了，变得英雄气短，儿女情长。一个杀手要是到了这步田地，他的职业生涯也该结束。杨秋萍是谁？他不过是自己的临时工作搭档，这种临时性的组合以前也有过。军统的女特工都很懂规矩，在床上个个风情万种，任务一旦完成后各走各的，绝不纠缠，彼此之间不会产生感情。可唯有杨秋萍是个例外。这个女人不知用了什么方法勾住了徐金哥的魂儿，为什么杨秋萍的安危使她如此牵肠挂肚？结论只有一个，徐金哥爱上了这个女人。我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，特别是对待像你这种漂亮的女士，我更愿意多搭一些时间
去慢慢陪他。造物主打造出如此动人的美人，就是想让男人更加废寝忘食的去玩味这些。你说，我们是继续玩下去呢，还是终止这场略带血腥的游戏呢？咱们总算是又见面了，怎么样？一路还顺利吧？公叔兄，真是一表人才，此乃玉树临风啊！金阁兄拿我开心是不是？徐金阁，你是干嘛？你打人也该有个打人的理由吧？兄弟哪儿得罪你了？陈公树，你他妈少跟我装傻充愣！什么原因你该知道。起来！起来！你不是号称军统局第一杀手吗？我今天就和你过过招，生死凭天定。我要是输给你，这龙潭就是我的葬身之地。王万里，你小子有种就开枪啊！来，朝着打，开啊！啊，把枪放下，都是自己兄弟。陈公叔，动手吧。我今天来就是要和你做个了断。来这套，金阁兄啊，我知道你是因为杨秋萍的事恨我，但这件事情我用不着解释了，你心里比谁都清楚。干咱们这行的怎么能感情用事啊？再说当时的情况你也知道，杨秋萍已经受伤了，咱们根本救不了她，与其让她被俘，不如采取果断措施。换成你，你也会这样做？放屁！一个年轻姑娘根本就不该参加敢死队，即便参与了，也该由男人掩护她先撤离。可我们都做了什么？在她负了伤、最需要帮助的时候，我们却落井下石，不但没有帮助她，我们还想她，还想她是黑手。灭口的目的，我们他妈还是人吗？徐建哥，做我们这行是有规则的，你知道吗？任何人都得按照规则办事，我们是只对事不对人，听完老子来也一样。
换句话说，如果当初换成是我受伤了，你也一样会对我开枪。我不会恨你的，因为我知道我们不是个人恩怨，我们是为了抗日救国。抗日救国，要是就为了这个理由，连一点人味也没有。我看这个国不救也罢，就该亡国灭种。那只是你的个人看法，并不代表我们。我始终认为国家利益高于一切。为了国家的利益，我们个人那点牺牲又算得了什么呀？尽管兄啊，恕我直言，当初在特警班培训的时候，我就看出来了，你老兄的业务能力，全班30个人无人能比。但只有你一个人不适合干特工，因为你是一个性情中人，你太看重自己的判断了。用你的话说，叫凭良心做事。但是你错了，别的行业可以凭良心做事，唯独特工这行不能凭他们什么良心。为了国家的利益，使用任何手段都不足为过，这就是对一个特工最起码的要求。要是戴老板也这么想就好了。我宁可带兵打仗，你以为我愿意干这行？没错，戴老板很护着你，因为你能干。平心而论，我的业务能力不如你，但是你想过没有，这次行动为什么由我来做负责，而你只是作为我的副手？啊？就因为你的心理素质不如。老兄啊，如果你能在这方面调整一下，你在军统局前途无量。金刚老弟，龚树兄说的都是肺腑之言，句句都有道理。希望你冷静一下。我们还要在这里立正，你有足够的时间去想清楚这个问题。金克兄，安心在这住几天，等待上峰的指示，千万别自己回北平啊。我不归你管，用不着你操心。杨女士，我可以实话告诉你，来到这里，无论你是说还是不说，都没有活下去的可能。不同的是，你如果配合我们，我可以让你死得痛快一些；否则，你会在极端的痛苦当中死去。我想知道，你想选择哪种死法呢？看来，杨女士要选择后者了。你这是何苦呢？你受伤被捕，想必你的同党已经全都看到了，不然你也不会挨那一枪。他们会相信你没有出卖他们吗？我和你的同道人打过多年的交道，对他们还是比较了解的。你在这儿受苦，而他们恐怕早就转移了。你的口供也许对我们毫无价值，你又何必为了些无谓的念头受此磨难呢？现在只要你肯回答我的问题，我保证不再对你用刑。
杨女士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在这次事件中，有两个日本士兵倒在了你的枪口下。他们是天皇陛下的勇士，所以，无论你说是不说，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但是我保证，只要你合作，我会重新考虑你的生死问题。怎么样？说句话吧。两个日本兵，我为自己感到骄傲。文三儿，六鸟回来了。是啊，这不还得接茬回去给二爷伺候金鱼儿呢吗？今儿你怎么一个人出来了？二爷呢？哎呦，瞧您这记性，您怎么忘了？二爷不是挑了自个儿大腿一块腱子肉吗？啊，还没好利索呢。哎呦，可不是嘛，我怎么把这个茬给忘了？可这也有些日子了。怎么还没好利索呢？我呀，算是见了什么叫做天津混混。原来啊，光知道他们呀喜欢下秧歌，没想到，嘿，他们还有这么一手。李爷犯不着跟这个老棺材瓤子斗气儿，他还有几天活头啊。可李爷的日子还长着呢。要我说呀，天津的混混也就一半，哪有净往自个儿身上招呼？他压根儿就没法跟咱北平道上的爷们儿比。这金钱看东墙，藏铁镯，金项链，三十二岁的杭州文豪。刘少爷，这咋这心大呀？真大呀！咱有事就是。到瞧瞧，瞧瞧，这是名角儿，可惜了了。人呐，这哎呀，说没就没。话说回来，谁不成？梁老师，那上头写的什么呀？今儿日本人啊，要拿抗日分子开刀问斩，说让大伙儿都上街瞧瞧，一会儿还要游街示众呢。爷们儿，这出什么事儿啊？谁知道啊？回头街往外跑，别往外跑。刚才我们那边有维持会的人挨家去通知，说是让街坊们都到大街上来，有急事儿。这日本人又出什么幺蛾子了？给咱老少爷们儿全轰大街上，妈的有病吧？我看过日本人的告示，说是这要拿抗日分子游街示众，开刀问斩。别急，日本人过来了，都上着刺刀呢。留神，给你一下。
人群中传来一阵低沉的、被压抑的抽泣声。成千上万人的抽泣，有如海啸般的声响滚过阴沉的天空，声音越来越大，最后成千上万的人终于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哭声。北平的市民用悲痛的眼泪为自己的英雄送行。哎呦，这不是杨老板的大小姐吗？怎么成这模样了？犯的什么罪过啊？这是！天哪，这就是法西斯主义！今天总算是看到了他的实质。他总是能把人类中最残酷的暴行推向极致，在如此残暴的敌人面前，我们的民族没有退路，必须坚持战斗下去，不是胜利，就是死亡。哎，他还活着呢！是啊，是啊。可自古忠孝难两全，您是明白我的，您会支持我。我的祖国，我的同胞们，我爱你们。冯木，我的好姐妹、好同学，谢谢了。有你们来为我送行，秋萍感到由衷的温暖。永别了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多多保重。秋萍，我一定要为你报仇。就是想让你知道，你没有白爱这个女人。
你受苦了，我对不起你，我没有能力解救你。剑阁兄，你是懂我的，你该知道我在想什么。此刻死亡的来临，将是件多么幸福的事情。我不会怪罪你，我爱你。 动手，开枪吧！我胸膛喷射出的是自由的鲜血。求给我，我们来世还做夫妻。 我妈，可不能进呀！我妈，你放心吧，我只是来看看杨伯伯，不会说什么的。老爷子正在为你老呢。罗小姐啊，你继续说话，可留点神啊！这街坊四邻的，把秋萍的爸和他奶奶埋个死死的，就连那片警啊，悄悄的。 扣住了小姐的消息。你放心吧，王妈，我不会说什么的。好吧。杨伯伯。